喂，好干。我们今天有一个挑战是刚刚建华哥想到的，蛮奇葩的，我觉得相当的有难度。我们刚刚已经有小试一些，其实我觉得是有可能是有机会。好，没有你只要示范就好。好 ，1 2 3，哎，有机会。听到了。哦，没有高度，刚刚高度差一点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刚刚都是先踩这个一步跟两步都可以到，现在就加这个，难度直接从大概两星等级直接变五星，因为这一步实在太大，不好借力。喂，好干，哦，这很累。刚刚我给那个建华一个意见就是。因为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偏移掉，我们这边进去飞到这里的时候要继续往里面走，不能想说想要赶快抓，要往里面走，等它时间到了然后再抓。啊，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有点急着抓，然后就飞过去就飞歪，然后抓到人还在这边往这飘。然后我们来自嘉义的 TK 大王又给了一个挑战，他觉得有可能，没有就是突发奇想，就是创意吧，就是一个 TK 的创意，解释一下。投枪。这边左脚，哎 ，1 2 毛抓 ，Calip 毛抓，好，哎，可惜啊，好像有了，我觉得你角度已经对了，可是我觉得身体在前面，对对对，我觉得那样倒很会直接用撞上去了，太好，说的没错，赌最后一波了，快没光了 ，all in 了，哎。脚还要吗？你脚还要吗？抓到了，但是他那个角度不好，抓不行了，对，真的。高度还缺一点。对，角度不错了啦，我觉得。刚刚建华 all in 一个，我也来 all in 一个，就这一个。respect 到肉没了。哎、欸，刚刚已经加到了、啊。再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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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练练，再练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地方有类似的地形，可以先练感觉。好，好，我们去，我有机会去教室去抓一个感觉啊，摆一个类似的阵型。